就是编号。我们 Follow Map 是让它很多基本的那种相片接修工具，可是我发现好像很多教学课，我们在小学里面，我们现在有一些课本是用 Follow Map 教学嘛，但是发现好像那一块讲的比较少，好多讲比较套那个边框啊，像套范本的哈、哦。那你看有没有可能老师拍到的就是比较暗的？有对不对？这种也叫暗部补光哈、哦。那么您可以看一下，在我们这边，你看 Photoshop 的 5.0 之后啊，我看老师有没有用过下面这个功能，可能比较少哈、哦。因为如果你用之前的版本，我会觉得刚开始觉得啊，可能加在后腰，不然刚刚还是今天没办法用。而且你们看到有看过没有软体用过这种123有没有？123就送啥？冷调、沙调，因为你就不用自己拉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我觉得哎，这样还蛮便宜。那你看这里看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觉得不 OK。我们来换一下资料夹。啊，因为现在荧幕比较大了哈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方式倒是还蛮不错的。啊，你看我从这边找一个 Photoshop 练习图档嘛，好、哦。我把它点进来，点了就让它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找一个那个相片边说，说，点的全部都看到，哎，这样两排就好，刚刚好，因为你自己拉不见得刚刚好啊，哎，所以我觉得后来发现还不错。那您看一下，我们在拍照片，对，很容易拍到这一种，对吧？哈，拍到这一种怎么办？你要直接进入到社团嘛，浪费，这种感情的呀，对吧？所以。注意一下，那新版本呢？它本来这个功能是放在右手边，这里有一列，好、啊，但是现在新的都跑到滤镜这边来了，好、啊，您可以看一下滤镜里面有跟照片有关系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好、啊，像这一张的话，我们就很单纯的，就是暗的补光了，因为这个是什么？是那个，关山日照开夕阳嘛。我如果连夕阳都变亮，那就不用带回来了。就留在那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暗的补光，我们这种情景就是一般都是背光，好、啊，背光拍的时候会，那你可以看到这样有差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觉得是不够，我们就再做一次，有没有比较亮一点？我们使用前，各位有没有发现那个差别的？真的是暗的比较亮而已，对不对？亮的几乎不受影响，好、啊，所以如果你不够，你就再多做一次，这样就 OK， 好、啊，所以。这个是大家第一个你可以用的，第二个是说整张如果偏亮或偏暗也有可能，好、哦，整张的偏亮或偏暗，那你这边来讲，你看这一张或这一张，你看嘛，就是哎，它现在都还蛮聪明的，你使用了，你就不会再傻傻的就把它放进来，它现在还蛮聪明的哈、哦，来把它丢进来，你看连着整张偏亮，那么我们一样到这边相片里面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全域的终点曝光？事实上，这个我们现在在调这些东西，等一下要等一下讲的，都是在调整一个东西，就是您数位相机上有的，叫做 PV 值。好、哦，这个东西的话，我拿那个实际相机给各位老师参考看看哈、哦。您看一下这边。请完了哈，我这边已经有把我的相机对，哇，影片预览失败，会灯会明，哎，没有灯用。正常的话这边可以看到，因为我想要给老师再看一下，其实利用这个方式哈、啊，那我等一下处理好再给各位好了，好，就是我们在这边调的，实际上都是 EV， 所以老师如果在拍照的时候，就自己调怎样最好，好就不用在这边做。你看，我们数位相机上面这个值啊，大概是在正负二之间，预设这里，好，那所以如果照片比较暗的，我们就把它调到正的，比较亮的，我们就把它往负的调。好，那您看一下，我把它这边太亮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那就整个就降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效果就差很多了，使用前、使用后，这样就差很多。那您看，像这一张也是一样，整个偏亮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到这边全域的增减曝光，
好，全力的增减脱光，那我们就把脱光子调低一点，哎，这样就比较恢复原来的样子，对吧？哈，所以因为你照片会成为我们素材之一，所以你在会客中心里面调不见得好调，所以我们通常会在外面处理好再放进去，这样就比较快，好，效果就比较好了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老师可以用一下的。再来还有一个可以用一下，就是现成的增减脱光，这个像什么？像老师我们一般在看人家那个拍婚纱有出外景过，男女主角给谁摄影师，都给谁小弟给黑板光板的，还有也有讲给化妆箱嘛，那为什么要这个？因为阳光一个方向，假设这张照片另外一边是暗的，所以它补光，那这个渐层的增减脱光就好像补光一样。好，我拿这个实际的照片给老师稍微看一下，你就会比较清楚。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像这一张，虽然比较小，可是老师可以很明显发现这边比较暗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如果我这一张我们来这边，你看一样，我现在用的都在这里，有没有渐层的增减脱光？好，把它点一下。好，那预设呢，这里代表的是光源，好，然后就打一盏灯到这边，所以这个上面不受影响，下面完全受影响，中间就会有一个渐层，好，渐层过去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从这边拉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从这边拉过来。好，请问有没有不一样？有点头的看对地方，没有点头的看错地方。有点头，因为他们看这里；没有点头，就当看家，对吧？哈，哎，因为到这边是调整的地方，最后结果在这里，所以你看使用前、使用后有没有差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万一然后您拍的时候那个就是光线不 OK， 回来自己补强一下就好了。嗯，因为我们像尤其是像什么拍合照啊，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。我俩都想看冰箱啊，冰箱的不没有光线，那这样照下来就比较差一点。所以你看下面还有准备一张，这里有没有？像这一张，因为这个比例好像比较小，好放大一点。事实上，它这个，这我把它收下哈。事实上，这个这一张的话，旁边这边比较暗一点，好，这边比较亮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单光的方式。就是渐层的增减脱光，就看你从哪个方向过来，从哪个方向过来。我这样一讲，现在大家就知道会看哪里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在这里跟这边有没有差？有，对不对？那么它的渐层不见得一定要是这种所谓线性的，你也可以用扩散性的。扩散性就是由中心点往外这样干射出来，就是两边都是有光，好，一个光，所以四周都会看到。好，这也是一个方法，不过我比较少用啊，大部分都是用线性的比较多。好，线性比较多哈，这个是第三个老师可以用到的。再来还有一个很好用的，就是我们基本照片可以用叫打光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做的是针对整张在做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下的几个局部不 OK 啊，比如说像我想拍这个照片，哎，我发现哇，它就暗嘛，我就把这一块打光。哎，那你们看这个有没有奶油丝啊？哦，你嘴巴不能吃下去，所以说白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。您看这个，我把它拉开，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在用，我发现哎，这个好用，还不错哈、哦。那您看哪一个？刚刚那一张是在，我看一下。打光高没有，我拿这一张好了哈，拿这一张。那你有没有看到舞台上表演，舞台的灯不是会这样一盏一盏吗？所以像我们拍大合照啊，或者说这种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。运气好的站这里，运气差的站这里，运气一半的一半亮一半暗出来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工具来，它修片工具，它工具 5.0 都改变了哈，它变成都缩在一起。对吧？啊，以前是全部都看得到，现在就变成要打开，要打开哈，在这边有打光。那么您要注意一下，波罗特的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是，它处理大的照片速度会比较慢，效果差。那这一张是因为是原就是原尺寸的，好，它好像是500万的，所以我建议老师，因为我们在视讯上
不用那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把它缩小，你看这有没有影像大小？好，也可以影像大小，把它先缩小一下。比如说，我用在视讯上，我们大概用用800就够了。你导完，右手边会自动改变，好，右手边会自动改变。好，进来了。那么我现在呢，点到这个打光的工具哦，打光工具，您看一下，这里有那个大小，好，大小这边哈、哦，它就可以这样直接调，你就这样调整。你调完之后，你可以进来看看，看看那个大小是不是适合。调了之后就比较客气的。谢谢。我只是，我不是欧巴计有无？人我嘛是较短啊，只是讲徛无好尔。你看，卖安尼，有无？啊，这种就是局部的、啊。嘿啊，好玩吧？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要播那个，我是觉得很奇怪，好像一张外面胶水，只是搞就不会提到这个。啊，这个很好用啊。哦，那你这样涂一涂就好。可是老师，你看哦，不涂一涂，你看它不要都变白的。啊，可是在煮有没有用？没有用怎么办？您看一下右手边，我们在更新底下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您希望效果要再加强一点，机器关系更快点，来比看起来比较白吧。对，其实我们像拍大合照啦、啊，拍那个一般的照片，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形，那你就稍微涂一下就好，效果还不错哈、哦。那还有啊，像老师如果，哎，其实我应该还有一张照片哈、哦，那个是。哎，不知道放在哪里，就是像有时候我们去东南亚玩啊，很多人不是要戴帽子，因为阳光很强啊，戴帽子，这个脸上都乌乌，脸都没打上来，这样弄，哇哇有没有啊？因为这里拿下来的话，阳光太强，眼睛眯眯的，效果不好啊。你要打腮红啊，这里有，粉饼上色，好吧。因为上台要化妆嘛，腮红还有很多颜色哦。对，你们怎么都有注意到他？我本来不想讲的。不是，其实你们如果真的照到这种照片，不是我不想救他，是真的没办法救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用我一般在拍照，我会大部分我都不用闪光灯了，不得已才用。因为你用闪光灯跟这个效果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闪光灯会产生几个现象，第一个，有的会有红眼的现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我们一般它防红眼就灯光闪两次啊，避免红眼嘛。那你没有开闪光灯就不会。然后第二个，容易出现这种白点，像有的人他会那个什么镜框会反射，不是会有一个亮点在那边吗？因为你的照片如果变到全部变亮了。变白或变黑，你用这个什么打光工具就没有用，因为它已经没有颜色的那个在里面，它只是要白跟黑而已。所以如果老师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就来涂看看。你看哦，这一支笔，对了哈、哦，这支笔除了变亮之外，也可以变暗哦。你看它这个也是曝光纸，所以如果你把它填成负的，它就变暗，好、哦，就变暗。所以你看我把它调，有没有发现这里怎么弄都没有用？我即使把它变暗，有没有变负的？现在是变负的哦，把它变暗，没有发现，它不想理你，对不对？白的那一块因为已经没有颜色的资讯了，所以你再怎么弄，弄不好，你这个只能告诉他，你今天运气比较差，不适合买乐透。好、哦，真的哈、哦，这一块不是不想就，今天比较没有办法，太。这样老师 OK 了哈，好，那所以我想 Photoshop 我不要讲太多，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轴，但是就先针对这几块，您可以先用一下，就是效果都还蛮不错的哈。来，我把后面还给您。